小朋友，没有，他们已经包到第二班了。东兴幼幼台啊。 要找团体，找到身高一模一样，一样这么漂亮。是，哇，这推口，这首歌吗？三首，三首，十年前有新成员加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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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像韩团这样，但是身高很像日本人，皮肤各方面，哇，很吸引人。谢谢。厉害了，小白大家应该认识，知道，网络上看很多次了。对，因为他的粉丝专业，一个素人呢，他这样子鼓砸到这样子，他有100多万人的粉丝哎，其实一定不止啊，他太有才气了。真的，而且小白你好，好，我今天其实带来就是我的证照啦，证照就来给大家。我以为你要发单曲了，想跟大家讲，你先跟大家讲你有几张证照。我总共有其实有13张证照，可是我今天带了10张。13张证照就是什么修水管的。厨师证照还是街头，全部都是打鼓，都是在街头打鼓。街头表演是你一个县市要有当地的证照，能省20个县市，是他就有13张而已。真的，你每次去打鼓的时候，人家真的会检查你的证照吗？有，没有这个证照的人会怎么样呢？就是可能就是可能像摊贩一样啊，就是会罚款，会被赶。小白很厉害，小白的鼓有打到连韩国那 Super Junior 的西侧。都有分享，他在韩国也很红，也很红，不得了哎！你看这张哦，而且打西侧哎，对啊，而且他那个你不是打鼓的最吸引，就那个发妹有没有？马尾，人家看得太酷了，他不止有马尾在飘，他厉害就一边转鼓棒一边打。转鼓棒，你几岁学？从小吗？我从大概16岁的时候。16岁，实际上好像是家里已经经营乐器行，你3岁就被抱上去打了。你16岁？我以前是舞蹈出身。哦，你还会跳舞？学舞蹈的。对，我是舞蹈系的。你不会讲，你又会唱歌吧？我出来，我已经发一批了。单曲啊。你这么有才气，还待在台湾干什么？我要在家乡打拼。打拼，真的还是单打独斗，对不对？对，现在单打。叫罗小白，要多鼓励一下。王大兵，王大兵，大雁，罗小白，王大黑，哎，大雁哦，大雁，您是？我是水晶魔术师，自己是街头艺人。啊，对对对，是全台湾手指最巧的男人。是。你有在华纳表演过的？哎，华纳有，很稳定啊。那个幻象环，幻象环，对，我好像经过有看过他的表演，就手很巧。八字环，对。今天为了这次的节目呢，带来就是没有从未曝光过的一段表演。从来
没有曝光过，没新练的吗？对，新练的，新练的。第一次曝光也当做练习场地啊。练很熟才敢。练很熟了，对对对，来来欣赏他的表演来。新的表演，处女秀。环中环，环中环哦，就是二环、三环、四环，然后外面就是郊区啊，对对，这个是市中心的，对，所以不好拍哎哈，但是平衡在一个手势，对对对，要维持在什么？对，一个平面，但这而且这有重量，嗯，感觉蛮重的，这么塞下去怎么样？卡丁车，一般的。我一定要比啊！那这个八字环，对，这是可惜啊，背后应该是黑的布景，是因为刚刚重叠在白的时候会叠在上面。哦，对，这是我们设计不周了。嗯，好，下次有机会哈。我们的布景是固定的，应该是它不是，会它会拆掉啊。对，艺术牺牲，表现很精彩了哈，谢谢大爷。可惜，可惜今天小白没有带笔来。对，我可以上网看他那个古迹，真的是。下次有机会另带来。哎，就带来。嗯，对。我看能找人跟你合作。他跟我合作还是我？啊，不是你，你叫破坏。来，我们进行我们欢乐运动会。总共四题，一题已经是15万，总价是60万啊。哎，小白先来好了，你们派谁？派谁？凯西。凯西。小白先说来。加油！好。但是你们两个共同用的位置。腋下，腋下，腋下，用这里把它挤破了啊！来，谢谢，两位请就位。好。我们常吃的腿部肉是猪的什么部位呢 ？A. 大腿 ，B. 小腿 ，C. 膝盖。请作答。好。腋下。大家答案是什么？哦哦，腿嘛，对不对？腿裤肉。哦哦，是什么腿？不一定对啊。哦，完了，大腿。大腿，对或错？恭喜大家。宝宝，你数放不齐，真的不知道吗？真的不知道。你猜的对不对？对，因为我只顾着吃。啊，一口一大腿啊，吃猪肉多了，肉质肥而不腻。猪皮较薄，通常适合连皮一起做的，时间会比较长啊。就有肥有瘦的。恭喜你！到底是推口还答对的，这个推口没答对，差一点点。好，15万了啊！接下来第二组呢，那大雁。大雁，大雁，你们配。那我去。还有两个学妹比较。来来来来，可清，那女生来。不要抛头哦。看。不要抛头。是吗？哇！好厉害！
请出题。请问一台公车原本有10个乘客，到站之后5个人下车，2个人上车。那么请问公车现在还有几个人呢 ？A 7个 ，B 8个 ，C 9个，请作答。来放松，放松，放松，放松。七个，对或错？抱歉，答错。8个，原来十几个人。8个，哎，他报告搞得好清楚哦。对或错？恭喜答对。一个撞很快，但是撞坏了。对，一个撞比较慢，脑袋比较清楚。有在顾脑啦，要保养。解答怎么解答？对，因为我们本来10个乘客而已，所以总共加司机，车上有11个人。对，然后下去5个，剩6个嘛，又上来2个，就等于8个。8个，他少算11个。司机是个谢谢。15万，第15万。来，队长王仁福来了。头了，所以很简单。小学妹，雨农，你好紧张啊！你心跳那么快，心跳那么快，我看胸部这样咚咚。背，多少？背，很背哦。来，请坐。请问，用来练习 CPR 的女性人偶叫做什么名字呢？哎，是的 ，A. 玛丽亚 ，B. 安妮。凯西，坐的是什么？对或错？答对。来，你讲，这是瑞典的一位外科医师的女儿，因为海边戏水溺水嘛，是死亡之后呢，他医师非常伤心难过，他做这个呢是纪念他的女儿。对，然后他做这个人偶，其实那个人偶就是用他女儿的名字，对，他也是教大家数字。15万。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呢？来。女生来了，女生好，好，你来了哈。这样肚子比较紧，可以呀。可以代打吗？只要代打，都可以代打。1、2、3，肚子，肚子了，来请就位。请问，仙人掌上面的刺，实际上是植物的什么器官呢 ？A. 气孔 ，B. 根 ，C. 叶子，请作答。肚子。好，告诉大家，完了。
小白，仙人掌的刺是什么？对不对？帽子。没有这个选项啊。是，啊，你答案什么？叶子吗？叶子有这个选项吗？有吧。叶子对或错？恭喜你。好强哦！这都靠你了，我们这一队。靠你了，靠你了。扮猪吃老虎。这个会赚钱的。没玉提的说，哎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猜猜看好了。仙人掌对，仙人掌的刺也是等于它的叶子，可以化成针状，所以部分虽不能行光合作用，但却能防止水分蒸发。对，因为它都会。它那个比较粗的其实是它的筋啊。对，恭喜你，是啊。两个券打成平手，是，也就是30万也对上30万，两个是平手，但是他们先拿到30万。对 ，Twinkle 先打我达30万。所以 Twinkle 为 A 组了，借头之气为 B 组，进行我们 A 组30万奖金挑战赛。30万，但是 B 组可以插花1万到5万。哎呦，第一题，请出示三个答案选项：一、笑得很大声；二、伤心难过；三、尴尬丢脸。请出题。网络用语越来越发达，请问年轻人爱使用的 LOL 其实代表什么意思？什么下列哪个意思？计时开始。我跟你讲，太简单，这我会。什么 ？Laugh out loudly。所以是笑得很大声。真的，因为本身我有在研究英文，还是需要研究。可是我觉得是尴尬丢脸。不是，因为它就是 laugh out loudly， 那个英文缩写就是。可是我每次讲一个冷笑话给我朋友，那个 A B C 他就说 L O L， 就是他是在敷衍你的意思。哦，好像还好，那就 L O L。就很像一个宅男跟你讲个笑话，你不知道怎么回，所以你就打哈哈哈哈。所以尴尬丢脸。其实你很不是不是，就是笑得很大声。我非常肯定，我们来聊一下。九，专辑要发行了，6月17、18，请我的支持来了，尴尬丢脸啦！请讲。笑得很大声。三，完了。二，一。那个 B 组王仁火，他讲的那么大声，你都不想插话。不是啊，因为我刚刚有在担心，因为我觉得那个动作啊，有点像惊讶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怕它是形状，不是用英文翻的，我怕是那种，所以你们不想插这一题。对 ，L O L 常见的网络语言用语，最初在社群平台上流行，及后将其他电脑辅助沟通工具当中广泛使用，甚至在其他媒体也使用。L O L 指的是 laughing 啊，对 ，laughing out loud， 就是很大声嘛，你笑得非常大声嘛，大声的笑意。而且这些缩写字越来越多，这表情符号一起被网友收集，在社群平台的用户。广泛的流传，现在人越来越懒了。比如说 B T W by the way， T T Y L talk to you later。第二题，请出示三个答案选项：一、避免短路；二、固定不容易松脱；三、早期技术不佳。请出题。一般插头上都会有两个洞，请问它的主要用途是什么？计时开始。这个插头是指说插的那个洞吗？还是上面的洞？哦，是指外面那个洞吗？不是，插头上面那个圆圆那个洞。哦，你是说上面有一个小零件那个？圆圆的。所以是什么啊？哪一个啊？避免短路应该不是吧？插头上面两个，应该不是避免。我觉得是红色。我也觉得是不容易插的，还是插？就是说就是那个墙壁上的那个，是墙壁上的插座吗？还是上面的？上面两，可是上面墙壁上有两个洞，也有三个洞的，那就感觉是。你说插头上面有多一个洞，对不对？对。应该是倒数计时。我觉得应该是功能性的，所以我觉得是红色。是。短路。B 组已经选择了固定不容易松脱，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来 ，B 组请讲。固定，这样就固定。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它感觉就是因为两个洞嘛，插进去的话，感觉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可以会是卡住的。对，哦，你要插多少钱？钱都是你赚的，你负责，你说了算。小白，多少钱？两万吗？两万。OK， 你说了算，你说了算，两万。两万确定不能改了。固定不容易。为什么呢？插头你常常走着会踢到那个线嘛。嗯。你插头不会松脱吗？
这个人就是已经要固定啊。对，所以当然是固定不容易松。来，请剪。三，固定不容易。二，一。插头插入插座时候有一个固定住插头的力量，来自于插座内部的弹片，弹片有个小小的凹起，刚好卡进插头的洞里，给插座一个固定的力量，然后让插头插进去之后不容易的滑出来，要不然你看我们这些都没有衔接，常常这故障那故障都是踢到啊。对，那接下来第三题哦，你们现在有32万，请出三个单名：一，1200元；二，3000元；三，6000元。请出题。带狗狗出门遛狗，假如不清理狗狗的大便，请问最多可以被处罚多少钱？要罚多少钱呢？计时开始。我好像有看过那个告示写说，出门如果没有清狗大便是1200元。1200，1200，1200，好像太贵了。我觉得是有养狗吗？养狗的，养狗的，他们有养，他们两个。我记得是1200元，写1200。对，是1200。因为3000块跟6000块，我觉得有点太贵了。太贵了，因为你看行人没戴安全帽都只要罚600，怎么可能狗狗大便要罚3000块？这样有逻辑。可是我怎么记得上面是写1200到什么什么范围内？对啊，倒数计时准备。最多对哦，最多可以罚多少？最多对。哎，那我觉得应该是3000。解释一下，来，一开始会依被害人检举，先用劝导的方式要求狗主人自行管理改善，屡劝不听就会依废弃物清理法罚1000到6000。你可能第一次罚1000，可是下次又看到你，你屡犯不听，他那个可以罚到6000，可以按次连罚哦。环保局表示，要想让这类的狗主人心服口服，被害人先拍照狗正在大小便的画面，保全证据。确定狗主人是谁，然后再检举。可谁拍得到狗正在大小便？很快速哎。不，你想赚这个钱就要辛苦。哦，就检举打在镜子后面。接下来棒，下一棒。还是停留在第三题哈，讲现在三项并没有扣了哈。来，第三题，请出示三个答案选项：一，范玮琪；二，蔡依林；三，林依晨。哎呦，请出题。台东博朗大道除了有金城武树之外，近日又有哪一位艺人前往，而有新的景点树以他命名。计时开始。怎么那么兴奋？蔡依林，蔡依林，我有看到那个报那篇报道。对，蔡依林是吧？对，蔡依林，我记得我看到那篇报道。报道他是。你要宣传一下专辑吗？现在还有时间。我有看到那篇报道，接下来台东也会有 Twinkle 树。那蔡依林也是去，他也是去那个台东博朗大道。对，然后他们就说，那金城武有了一棵树，那要不要他也来一棵树？计时准备。然后我记得好像就因此而命名有一个蔡依林树，所以那棵树叫蔡依林。是啊，不要剪，好，相信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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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剪，然后就把它固定在上面。加油加油！好 ，A 组选择蔡依林不能动了啊 ，B 组插花请讲。我们也选择蔡依林，嗯，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呢，因为一群朋友在录影，然后那群朋友说他们都有看到这则报道，他们讲的觉得非常的确实，所以我们相信他们，对，他们一群人一起讲应该是对的，对，下次看到有什么5566，5566，那要五棵树，5566不是树，5566公厕，公厕比较好听的，我们差五万了，我们差五万。好，蔡依林。三、二、一。电影巨星金城武为航空公司拍摄广告喝茶做的那棵树被封为金城武树，也成为知名观光景点。日前，蔡依林到台东游玩，也在拍博朗大道上找了一棵树拍照留念，当时被粉丝笑称是蔡依林树，他一句话笑话竟成了。他是变真的，台东池上乡
相公手真的为这棵树命名蔡依林树，引发粉丝热烈讨论。据悉，蔡依林的树品种是茄冬嘎当嘎当球啊，茄冬树位于京城武术东方100公尺，去拍了100多张，没人理我们。全台湾跑多。可是你那个外景都是庙，以你命名为庙，也蛮奇怪。对对对。恭喜你过关了哈。接下来第四题了，第四题，请出三个答案选项。一，改变风的方向。二，利用风压让车变重。三，增加风阻，保持平衡。这是由国家地理频道所提供的影片题，请看。An F1 car revs to 18,000 RPM, three times what a normal car manages. An average car produces about 200 horsepower. An F1 car belts out 800. Its power translates into staggering straight line speed, and that is a problem.Was lucky to walk away from this famous crash in Germany in 1980. Thanks to an ancient, much slower and much quieter vehicle, the sailing boat. The same principle that allows mariners to sail into the wind allows F1 cars to corner faster. Sailing in the direction the wind is blowing is relatively easy.Hold up a sail and you'll be blown along. Sailing into the wind is more difficult. The Arabian sailors 2,000 years ago effectively invented the wing that we're using nowadays on aeroplanes. Now think of a sailing boat. The sail now looks a little bit like a wing, and as the sailing boat sails through the water, the air flows over the wing. Like a wing.A sail creates an area of low pressure, and the boat wants to move towards it, effectively sideways. Add a flat keel, and the boat won't go sideways, but forwards into the wind. And that sail shape helps F1 engineers. This is not an F1 car.But thanks to a few modifications inspired by Arabian sailors, here in one of the world's most sophisticated wind tunnels, we can make it behave like one. F1 赛车车尾的尾翼具有什么功能，使它在高速中也能够顺利过弯？对，它有什么功能啊？是改变风的方向吗？还是利用风压让车变得比较重，或者增加风阻？保持平衡，让它保持平衡，不会翻车。要不然你看风一吹，可能就翻起来了。来计时开始。我觉得增加风阻跟利用风压变重都有可能，但是它是直的，直的，就是它是这样子嘛，它是像帆船的不一样，是这样直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跟风阻有关吧。我也觉得是。风阻在平常在开车吗？平常有开车啊，有开。应该是增加风阻，我也觉得是增加风阻，因为阻力的时候你也会让那个变重一点，比较难前进，所以速度可能会慢下来，比较不会这么快冲出去。而且它是直的，对，因为如果你很快冲出去，你就会有容易危险，但如果速度可以慢下来，就会比较不会那么快，不会那么有冲力。倒数计时准备，因为以前在闪电霹雳车的时候，如果是改变风的方向，有十，对，逆风，那逆风也会有阻力，所以有危机也是因为我觉得增加风阻吧，没有差。透过风的把车压重，所以这个压低的时候变前面很重啊，变前面说过弯就什么就很快，它就不会翻车。因为它既然是赛车，它不会利用增加风阻，因为它就是要求速度。是，我们来看影片解答，来请看。Thanks to a few modifications inspired by Arabian sailors, here in one of the world's most sophisticated wind tunnels, we can make it behave like one. Fast cars use aerodynamics to press themselves down to make themselves seem heavier. That doesn't sound ideal, but a heavy car is less likely to take off.
this tunnel, they have sensors to weigh the car. It's about a ton now, but that should change when we unleash the small hurricane they keep here. The wind blows at around 130 kilometers an hour, but engineers here can calculate what its effect would be at 320 kilometers an hour. The wind pressing down on the upside-down wings creates downforce.You can see there that's the downforce that is being produced. It's a minus number because the wings are pushing the car down rather than pushing the car up. So it's minus lift. It's minus lift, it's pulling it down, that's right. Aero modifications press the car into the ground, good for giving the tyres more grip and good for getting round corners. My wings would make the car a ton heavier. It wouldn't take off.其实路边看很多那个车都改后面有大尾翼的，那有想过，其实这个车都好好，为什么装一个大尾翼在那边？是因为它小车，重量就不高了，所以它后面会加大很多尾翼嘛，底下还加包，把它压了底，当做跑车在用，这就改装嘛。对，所以让它压底，不然你会飘啊，你的尾翼会飘啊。来，接下来下面一棒，奖金没变，还是停留在第四题，请出三个答案选项。一天，二三天，三五天，请出题。一般来说，请问健康的母鸡平均多久会下一次蛋？计时开始。我觉得母鸡是不是只有下很快啊？健康的，健康的感觉是不是？我觉得一天一颗吗？那没有，我觉得应该是一天，因为故事书上面都说，我今天要去拿蛋来，就是做早餐，然后每天都有。可是他如果啊，确定是一天一颗吗？可是有时候如果没有办法下蛋，我觉得可能，因为你看，像如果人很健康，就会每天排泄嘛，所以会不会有可能健康的鸡，就是它每天都会有新的营养，然后倒数计时准备。对耶，我是一天一天的人体的各个，就是有些鸡蛋会很新鲜，对，一天一颗。我们比较谨慎一点，抱歉抱歉。母鸡在卵黄被排出前，滤泡会从体积小的0.5 microgram 增加到，0.5公分等于0.05公分，然后增加到这样，就0.05公分到2公分。当滤泡门发育直径约到8公分时，会开始出现阶层排序的状态。每天会有一个滤泡进入排序，通常会有3到5个滤泡建立滤泡排序。滤泡依大小顺序分别命名为 F6 F4 F1 F6 最小 F1 最大。没有，它只是一个命名的顺序啊，就是排队啦。1号2号3号4号。对对对对，滤泡费尽千辛万苦排到 F1 之后，就会该排卵的时候了。而 F1 排卵之后 ，F2 呢就会升格到 F1 一排列上，它就等明天的啦。对 ，F1 出来 ，F2 就反变 F1， 等明天嘛。就一续是就健康母鸡天天就可以下蛋。哇。是，你们还是我说第五题了。第五题，请出示三个答案选项。一手掌，二膝盖，三屁股。手掌、膝盖、屁股，请出题。泰国人妖很知名，请问除了喉结之外，还能从哪里分辨他们是否为变性人？对，如果你喉结没办法判断的时候，你要从哪里看判断？计时开始。我觉得是屁股啊，问我就对，我泰国人，你泰国人确定泰国？手掌为什么？可手掌因为女生的粗糙感比较小。为什么你是泰国人？没有，他很爱泰国。他讲话非常爱泰国，泰国人应该不会常去吧？他因为女生的手掌比较小。可是你要想，手掌是出生就已经定型的东西，对啊。可是顶多细腻度变好而已。因为我摸过 Lady Boy 的，他们真的手比较粗。哦，男生的手比较粗。粗糙还是骨架大？肤质很粗，然后觉得怎么就是跟女生的触感？因为你觉得屁股跟手，我觉得是膝盖。膝盖，膝盖每天敷面膜就很好了。我就想说，女生屁股有个男生的特征。对啊，我觉得是屁股没有，也是有。是小心，小心是你吗？A 组选择是手掌，他不能改了。B 组插花，请讲。
因为我们女生是有骨盆骨盆那个是没有办法改，而且我觉得女生就是因为我们蛮就有子宫啊，那个东西是不能变的。对，而且男生的话，其实他的骨屁股会比较窄，可是女生的屁股就会比较宽，所以其实从屁股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到底是不是。嗯，所以你会选择屁股？屁股，对，选择是屁股。多少钱？我们选择多少钱呢？我们现在有多少？37，凑三再3万呐、啊！好啊，三万凑40就对了，凑40哦。好，这个也不能改的，对不对？是，我选这个，我可能也会选择骨，因为女生屁股啊，真正女生她是真的有那个线条 ，S 曲线。男生呢？男生如果屁股小，其实打扮起来会比真的女生漂亮。对、啊，屁股就小，倒三角，各吃几件，一个手掌，一个膝盖。好，请剪。哎呦哎呦，手掌跟屁股，手掌。37万减3万，37万，要分辨一个人是否变性人，除了喉结易分辨之外，如男人般的大手是最不可能用手术变纤细的地方，也是最能分辨的特征。泰国人妖在法律上定义为男性，但人妖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定义是为女性。上公共厕所就根据当天的服饰选择，穿着女性装扮就去女厕吧，穿男生的装扮就到男厕吧，不犯法的。哦，来，接下来进入第六题了，请出示三个答案选项。再三题耶。一，听音乐；二，看书；三，吃口香糖。请出题。研究发现，每天花30分钟做什么事情可以帮助人更长寿？计时开始。我觉得是听音乐，因为让心情放松，音乐可以比较让心情，就是你开心就会长寿。如果你今天有一部电影，它到火星。对不对？支撑他的想法，因为你看看书，如果你有烦恼，因为看书会更心烦。等一下，我对，可是我觉得听音乐会不会太容易想到了？会不会是吃口香糖啊？对，吃口香糖，我记得吃口香糖是会让脑筋变清楚，口香糖好像不能到长寿。可是我觉得是看书，因为你可以让你的脑就是没有，绝对不是看书，因为看书会让你烦恼。我觉得是听音乐，口香糖的时候会让你进入一个发呆的状态，所以你会没有烦恼，所以会让你比较。你这样讲也有道理。研究所报告，12年的研究后，这是花12年研究的。那些花时间读书的人，比较完全不碰书的人呢，平均有机会多活23个月。专家分析，阅读行为能帮助大脑做运动，就像上健身房一样，你是活络筋骨，看书是活络大脑。对。那其他研究员也认为呢，读小说能增进同理心，强化我们周遭世界人群的连结，让人更有参与感跟更快乐。对，我觉得什么样心情读什么样书。对，如果你很忧郁很沮丧，去看那些励志的书。对，要让大脑活动。对，看书在室内比你在外面风险减很多，所以命会比别人长。看在家里不会出车祸，你出去还有可能车祸，车被车撞。原来他的研究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他没有讲这个，对，来 B 组来。B 组现在有34万了，总共4题了哈。第一题，小白来，请出3个答案选项。一，66平；二，125平；三，530平。请出题。许多人都有在泳池中偷尿尿的经验，而加拿大研究发现，一个公立标准游泳池中所含的尿液量平均相当于多少瓶600毫升的矿泉水？对，它其实都有人在尿。嗯，如果真的抓的话，你平均会抓出多少瓶？66瓶。我觉得66瓶一定太少。但是66瓶我都觉得恶心。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先讨论一个公立游泳池到底是公立耶，而且50公尺。公立游泳池是小朋友标准50×25嘛？50×25哈，你的想象吗？50×25，计时开始。因为那个，我觉得66瓶少，所以它是公立的游泳池。
就里面会有阿公阿嬷还有小朋友，那种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对，所以应该会比较多。对，会多一点点，所以应该是66。可是530有点真的太恶心。我们为什么还在那边游啊？对啊，66我都不敢游啊。这个水会流动吗？所以就有些建筑，那我没有时间，不要讨论人家的尿尿，应该是125，125是最刚好的。可是66我们就觉得很多了耶。对啊，66瓶，但也不准，因为就算6瓶我也觉得多。一滴你就觉得多。哎，可是你要想，一个人的尿尿也才几多少而已，差不多是600毫升吧？准备怎么办？一个人半瓶而已哦。还是1.25，66，所以66瓶已经很多了啦。66很多了，我觉得66很多。66罐尿尿，大概120个人在尿尿，哎，对啊，减了，减一瓶算2个人，66瓶，66就已经很多了耶。减125瓶不是吗？对啊，你是嫌太多对不对？因为我觉得66瓶，他一个人大概400cc， 你已经很多了耶。把它倒进去就稀释掉了嘛。对啊，可是太多尿了吧？你这个尿尿，我没有啊，我没这个钱了，谁会在游泳池？你在里面，那你有时候会不小心把水吞下去。对，哪里做的实验？以后不去加拿大游泳了。没有，他就比例这样子，所以你能到海嘛？可以拿一点回来，海就稀释更快。可是。有更多有的没的，那你也不要冲动了。动物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研究团队对31个公共游泳池跟热水浴缸做了检测，发现一个游泳池平均所含尿量有75公升，换算起来大约能装入125瓶矿泉水。研究人员指出啊，这算尿是无菌的，但尿里的化合物确实有可能和氯消毒剂发生反应，产生消毒副产物。在流行病学的研究当中，这些物质对人的眼睛啊、呼吸气道有不良的影响，所以每个人起来眼睛都红红的嘛。对，哦，所以那是因为尿，没有，还有那个氯啊，氯就会让你眼睛也不舒服。还有游泳消毒剂啊，大家可以起来尿尿吗？大家就这样，就是啊，游吧，赶快喝吧。也不是，故意的。所以说跟小朋友说，哎，反正里面都已经有125瓶了，不差你了，你就尿吧。你们老人家陈勇嘛，他当然都在起来的。还要起来再慢慢去上厕所，干去那边呢，对。哇！有了，不敢有。尽量不要了，尽量不要了，尽量不要了，可以来了。好，谢谢。游泳池，大家还想起来尿尿？对，在海里是绝对没人会起来的了。你在游泳，我们去那潜水的时候，教练都马说直接尿。你要上来要多久啊？对对啊，大自然也被我们残害这么多年，现在海水才那么咸。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个千唱粉千唱。我们的专辑《恋爱限定》已经在发行了，然后在网络上博客来 PC 上都可以买到。这边有签唱会的资讯，是6月17、6月18在台南、台中还有台北，详细资讯都可以到粉丝团搜寻 Twinkle Twinkle。这边我们送你老婆罗提供多功能美食锅，我的心机面膜，百夫长的旅行箱，欢迎再次给我们挑战欢乐智多星，打开卫视中文台，欢乐亮起来，谢谢。